我是今天的面试官，我是一个很严的面试官，你们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将影响你们的面试结果。面试官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的句子哦有语病了，不应该说是严，应该是严格。You out。我不要没大没小的员工。Hi, I'm Alan. I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with dual degree. Why? Hey, since your education level is so high, don't talk here lah. Go somewhere else.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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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 back home. Rather than wasting time here.啊，面试官你好，我叫 Michelle。我虽然 SBM 不及格，可是我有责任感，我有上进心，我很勤劳，我做东西很快很认真，让我做牛做马都可以。out， 讲这样多遍是不会做好的啊你。out。大明，面试官你好，我是 Jackie， 我的 SBM 刚刚 pass。这样，你拍过了没有？是。out。怎么？因为我单身。哎呀，有这个帅的面试官面试我，很开心啊！为什么？哎，我靓仔我知道啦，可是我最讨厌人家插我鞋的。嗨，你好嘞，我是今天来面试的人。你的 resume 呢 ？Resume？ 没有我什么的。你没有 resume 那 interview？ 这样回家了。回家，你都没人学咪？你叫我回家，不然走。为什么你要飞我？为什么你要飞我？我真的已经受不了。